一道一道挂开黏金红的纸箱啊，七十八岁张玉英，每天一波拢来到台北市的一栋大楼地下室做回收。啊，你看这瓶子都破掉了。我要不小心就是会勾到哦，所以会。啊？这不是第一次啊？那常常有。住在台北市的张玉英是独居老人，除了领老人年金，主要靠帮人清粪扫和捡回收的收入过日子。工作辛苦，有当时啊，搁会受伤。这款清寒的生活，最近受到真大的冲击。疫情的时候哈，现在就知道就收了很多钱呐，他们酒店呐哈，还有那个广告公司啦哈，那些都收掉了，所以。他那些像广告公司那边，他很多那个杂志是这些很多有出来，现在我们就少了。他像那夜店很多，现在他们那有酒瓶啊、保特瓶什么的，好多有啊，有一些，他现在也收掉好几家，所以就是说影响，不会说影响也是蛮大的。你说你今天上收大概多少钱？哦，四五十块差不多有了，五十块应该。对啊，就是这样的价钱，因为价钱很不好嘛，一公斤才一块钱啊。因为武汉肺炎疫情，真侪店头收起来，张玉英会使捡的回收资源减了真多，但伊唔知影为虾米介绍的落价，害伊收入减少。开世代货车，甲路边当无爱的回收物捡转去。李永川也是过真好，除了做散工的时间以外，都含计后一个人开车，一个人骑奥托拜，沿路收这的回收。一般人坐放外口，人也无爱，人放一点卡单不坐车。嘿，所以咱有看到。将回收物再转厝的分类整理。请个队定时到李永川引导，将这回收物一袋一袋称重。请个队将回收物的重量记录伫个过磅单顶头，环保局都会拨款予李永川。我就是称重量，就是我有磅单，然后磅单回去我会做会诊。然后会诊之后呢，就是会送给那个环保局那边，然后环保局他们再会拨款到那个个体户的账户里面。啊，上好即马是目前就是咱的纸容器十八块，嘿，即马是给差不多拢只要一块左右，然后1.2还是1.3啦，嘿，1.5安尼，嘿。做爱介绍落价，清洁队收的介绍比市价贵了十几倍。这是环保署为着稳固回收的体系，在疫情以后对个人户加强纾困补助。1809年才加二月的时阵吼，啊，咱就拄到一个问题，就是迄个疫情，生活上或者是讲人的回收物，阵啊较少的时阵，对因是一种冲击。在这个期间，都我那拄到一个讲国际石油。介绍帮盘，啊，这个影响讲真济人较不爱去用这个回收回来，迄个厂商吼，哎，我个买石油原来的遐塑胶粒啊吼，伊个介绍个较上嘛，啊，所以回收回来只个介绍，怎受到冲击？啊，所以咱为着要照顾咱规个回收的体系，唔好互伊任何一个环节怎帮盘去，安尼个。哦，真歹，安尼啊，所以咱第一个同敏感的，就是食的人，吼，都是咱回收个体户食的。今年国会初，环保署提悬了自首关怀计划的补助，针对五项受到疫情影响的回收项目，贴关补助的介绍，自首个人户会使组合无同款的回收项目，卖予环保署，为在当中得到补助款。相关的金额会使为原本的3500块提悬到5000块。讲是讲，咱把这个介绍提悬，吼，啊，伊尽量把咱的回收率较低的这物件收倒转来。安尼，第一个就讲咱回收率提悬嘛，吼，这物件卖伫外口啊，变成环境的问题。啊，第二个就讲，实际上有经济上对伊的补助啦，吼。
将火车顶要卖回收物一袋一袋提出来分类。这是台南一间经营二十几年的回收厂，疫情造成回收资源计少变卖，中油的回收商也连带受到影响。开始当严重的时阵，伫内面就对啦吼，一工当好了啦吼，无上五个人入来，含工厂也无。我一礼拜甲一工，迄个较有人进货入来，啊，价钱阁歹，阁直直落，直直落，直直落。目前差别就在叫做，迄个阿鲁米嘛，铝罐啦，迄种物件嘛。正常啊，铝罐对不对？拢嘛买二十块起哩啊，啊，即嘛拢买十五块尔。更加起嚟都未好啊！所以咱嘛，大家的补贴，对咱补贴吼，回收商的这个计数，它提悬吼。啊，塑胶类的吼，大概迄个依照伊的材质的无同款，分别哦为提高到11%加21%左右。安尼就是讲，伊阵来收回来钱，和咱有达补贴较悬，伊会落去回收商。较悬的计数，希望来收回来。啊，回收商卖大家钱，搁去打咱第一线的，咱讲的小蜜蜂，还是个体户，才吼较悬的计数，搁来收安尼吼。疫情造成各个环境限制人民活动，冲击了资源回收的成效。部分的个人户虽然感受到回收量减少，但根据环保署统计，有部分的回收粪扫大大增加。外送人员一手提着顾客订餐，目睭看到手机啊确认送餐的地址。疫情了后，消费者减少出去外口用餐，改做提早还是使用外送的平台。我们在这个疫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，那我们发现，就是疫情过后跟今年一月份相比，这个平台的这个订单成长大概有超过3%-4%左右，那跟同期相比，那是有大概数十倍的一个增长。根据环保署统计，废纸仓库数量比去年一到五月增加了3倍。地方环保局也观察到，疫情改变了民众的消费习惯。在整体回成长4%的部分，包括纸容器跟塑胶容器的部分是有成长的幅度有比较高。那我们在想，可能是因为在疫情期间，民众对于外带的需求或者是外送平台服务的需求有增加，而让它有所成长。在这个疫情期间，因为大家避免出门嘛，那有更多的消费者他开始培养出使用外送平台的习惯。那这个习惯呢，即使在疫情结束之后，那它还是持续的有就是外送平台的消费。那可以看得出来，就是整个外送的市场与消费者习惯已经被养成了。因为咱知影迄个民众吼，拢是会有迄个使用上拢一寡顾虑啦吼，所以因会去买一寡外带啦吼，也是一寡迄个网络顶端的迄个商品，所以一寡纸类啦吼，也是纸的迄个容器、便当盒啊，吼塑胶阿爸这些会当堆物件的。交迄个包装材质的这回收物吼，这部分哦，作品很增加的部分。除了回收胶含废纸容器数量增加，疫情期间环保署开放了一概性餐具的使用，根据环保署评估使用率增加50%。但环保团体认为，这届开放真有可能已经冲击到民众的环保观点。我觉得如果政府，或者是一些商家。一直给民众一个错误的资讯，说我们的这个免洗餐具啊是比较环保卫生的，那他们就会觉得有一点点为了我的生命安全，我来使用这些东西，那往后他可能也会尽量的去使用这样子的东西。我想这难免会有人的心内会咧想啦吼，讲现在疫情就安尼，而且佫还袂完全解除啦吼。是不是伊就个伊若是去照这个中央的这个政策吼配合的话吼，伊敢会凡事就会有迄、那个吼去用传染到的这个疑虑啦吼。但是吼，这个部分吼，我嘛是尊重个人的选择啦。只要你家己做好家己的卫生的习惯吼，洗手啦吼，消毒啦吼，啊家己去会当家己扎一挂家己的环保的这个餐具啦吼，来去做外口的这个消费啦吼，这个动作，这开始真正。对于咱这个环保交迄个疫情的帮助吼，是会当算双赢的这个方式啦。
台湾进入后疫情时代，环保署推动真侪防疫新生活的措施，像是全民绿生活，目的就是希望民众会使伫食衣住行娱乐的源头都直接减量，落实环保的生活。绿生活的面向很多哈，从食衣住行、娱乐，甚至采购、消费等等。都涉及这个日常的生活，好，那都会对环境造成一些影响。我们会包装成六个面向来推动，好，从绿色的饮食啊，绿色的消费啦，绿色的居家，绿色的旅游，好，绿色的办公，还有绿色能源等等。我们初期呢，也透过这个绿点哈来鼓励民众。那这些绿点呢，我们可以集中来使用，好，那可以集中在你的账户里面。好，那集中的这些绿点呢，也可以用在一些绿色的消费，好，比如说再去买绿色的产品，好，那或者是说，我们也跟好便利商店合作，好，你自备环保杯，那也可以用绿点，也可以来好换咖啡，好，那甚至说我们还可以去兑换一些绿色服务场所的费用。不过，环保团体认为，警政民众的思维打破错误的防疫迷思，是政府在后疫情时代也需要打拼的方向。这个在全球各国哈，应该都有类似的情形，大家都会有一些观念，就是以为免洗餐具是比较环保卫生的，但是他们忽略了一点，就是这个武汉肺炎呢，那是可能是接触传染啊，或者是飞沫传染嘛。那你如果是在盛装这些食物的或饮料的这些人员，他如果真的有武汉肺炎的话，那他不管用的是免洗餐具，或者用的是可重复清洗的餐具，都通常可能会传染给消费者。除了环保署要去厘清这样子的一个疑虑之外，我觉得卫福部啊，应该也要担任这样的角色，因为他们主要是卫生方面的专业，更能说服民众。武汉肺炎也是在全世界扩散，台湾虽然守真安，但是为了预防疫情可能再度发生，消费行为顶头要如何兼顾防疫和环保，需要政府做进一步的讨论。